赛，在日本联赛队嘶吼喊出口号，再给我两分钟，可以贴回名牌与把你撕掉。这什么超能力啊？那不就重新死一回吗？好，我们的川剧变脸，我们的川剧变脸。师傅，我厉害吧？左手在。老师，你的鞋带开了。你看，不重要。你出来。你出来。画过来，像抱了一个球。出传球那个。我听过郑中基老师挺多歌的呀。你听过这个歌？这是他最出名的歌。你是我的关键词。你咋了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挺好玩的。我不在了。划算吗？算。你是从小就唱歌好听吗？好像是吧。几岁发现的？有吧，小学的时候吧。你为什么突然间？那你有学过音乐吗？大学的时候学，前面都没有学过。那你那时候很浪费哎，那些年。我现在也是这么觉得。我在想说，哎，要是我那个时候学，可能会更厉害。那就一切都是对他的安排吧。为什么会有这段采访？当然有没有那种唱歌很紧张？我每次唱歌都很紧张。你紧张什么？你唱那么好。后来这是我的专业，我不会很紧张。因为就是其他都能做不好，我觉得我尽力就行。那你这辈子有过那种唱歌的时候发现自己我当然有啊，音不对。有，就生病的时候都会。那怎么办呀？硬唱。没有办法的。那有没有人发现说，哎，他走音了？不可能有100%没问题的。他们还会发现你们走音，他们也好厉害呀。因为现在现场直播很多。所以是人都会，你们不可以还音吗？我不太这样吧。还音是对我们的不尊重。看哪儿吧。你还加入？你唱歌好听吗？绝了，绝了！因为一般都是在看程程的戏。不会说话呀，你好漂亮。谢谢你。那你觉得？纵横就是中国音乐圈，谁你觉得跟你可以媲美？我觉得是我要努力跟他们去媲美吧。我还是一个还在努力跟偶像们。有点像采访。这么多坑，你不会是发现了恐龙足迹吧？他本来就是嘛，向前辈学习。好厉害哦，好羡慕那种唱高。妹妹，你听过这首歌？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，谁来和你？你听过这个？什么歌？我真没听过，我听的歌蛮少的。哎呀，你的歌吗？出传球那个。我听过郑中基老师挺多歌的呀。你听过这个歌？这是他最出名的歌。你相信我，我看看这个叫啥名？冬天的秘密。我真没听过。啊？你放一下。这是我刚才唱一个。好，别动啊。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。人家是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。哎呦，你听过这个歌啊？没听过，现学的。那你怎么会唱？现学的。你好厉害啊！胖子。这个秘密，温暖冬天，秋水遥遥而无期。这是什么唱的？好，那你唱。我只问那句。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。你好厉害，你听一遍就会唱了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就是天生的那种音乐才子。我不是。干嘛去？还有一个歌。还有一个歌，你听听，那个就是落叶的位置，
不出一首诗，时间在消失，你是我的关键词。可以吗，哥？干嘛？什么表情呢？我也曾未知，我的天消失，是那个天消失。你是我的关键词。你咋了？这是一出好难，好难哦。歌曲就是很难哦。是啊，我承认。行吧，那我们就唱那个吧。还唱？我也听很多歌哎。我就是听很多歌啊，只不过我不会唱。你像你的歌我都听过。哇，我是得。对啊。多认真的搜索才会听过我的歌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歌我都听过。你所有的歌我都听过。你早该都听。不行，你随便唱一个，你我都能给你接上。你早该，我不想让你为难。我求你，我不会为难。我真的都听过。你这个你没唱出来，为难的是我。确实没那么热了。凉快了，凉快了，一下就凉快了。舒服了，舒服了。好多葡萄啊，好漂亮啊！哎，好美啊！好漂亮啊！这是工作人员给大家准备的葡萄，可以品尝一下。谢谢。干杯！干杯！干葡萄！干葡萄！酸吗？酸。你这么不能吃酸啊？我特别不能吃酸啊！我也不能吃。好酸啊！每一组都将领到六个安慕希玩偶 ，unbelievable！ 啊，这是哪玩？哦 ，unbelievable！ 安比利沃包 ，unbelievable！ unbelievable！ 这六个玩偶中，有四个需要留在你们自己的房间，而另外两个需要分配给其他组的搭档。全部分发完成之后，每一个 unbelievable 需要你用五瓶安慕希，也就是说你房间里的玩偶越多，你需要喂给他的安慕希的那个磁贴就越多。要提醒大家，场地里还会有一些安慕希益生菌酸奶的贴纸，但是数量有限。中奖了，中奖了，是不是有了吧？只有自己房间里的所有玩偶都被喂饱之后，这一组搭档才能解锁选择自己的运动超能力。每一组只能拥有一个超能力。那些被人选的，我们可能不能再选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我们自带复活奖啊！大师，功能功能啊！你别忘了，你有功能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还不认清局势啊！超能力站点，拉拉队重赛，交换球衣，超活益生菌，超活益生菌，这是技能吗？五个。祝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今天是超能力，这是说可以追人的意思是吗？我觉得可能就是代表了可以跑啊，就是抓到了跑得快，就是他可以被抓住之后可以直接离场。甚至可能是给一个技能说。那你先跑，苏炳添那就是咱们跑的跟苏炳添一样快，或者是苏炳添就是咱们的打手，就是我手里那个鹰，啊，拉拉队，拉拉队就是说看别人比赛呗，有可能，我觉得拉拉队就是那个人墙呗，拉拉队就是对十八铜人，拉拉队球员都在那准备了，是吧？十八铜人，交换球衣。换球衣，换队友，哦，是不是？哦，有可能。OK， 看这个，这是在干嘛？重赛不撕完之后复活呗，相当于，还是全部重来？你的意思是，
我的意思是，在最后要决出胜者的时候，你突然重赛，不会那么大权力吧？这个就是能活很多次，益生菌嘛。哦，我就老活着，菌嘛，老活着不死，一晚上不死。我觉得这绝对是最有用的。超活益生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感觉超活益生菌绝对是最厉害的。超活。我一定要超活益生菌啊！先喂吧，是不是先喂吧孩子？先喂吧，喂吧，在这儿直接放这儿喂。到点了，你喂吧，还是你熟啊？这五个，那咱家这个奶少给四个也行，也能对付。其实孩子不一定都得喝一样的量。对，你们这个有点太教条。我们不想非得养成一米八级，对，一米六级我们也能行。而且关键他有超活益生菌在这里吧，他也好活。喂仨差一个，对吧？哦，差一个，那就喂仨差一个。对了，这还有一个饿着呢，那就喝这个呗，喝真的不行，不整假的了，就喝真的，拿真的五瓶，行不行？这个也差一个，给整瓶真的呗，不就完了吗？你说我们就仨，你说你们六个要不抢一下？吃点吧。家徒四壁呀、啊，还有四个娃。我们怎么这？我一个都喂不活。一人一口奶，喝着点吧，有多少喝多少吧。抱住了，给你插在这儿。别再给你出去找。那我们没有可能喂饱。怎么有可能？Unbelievable, nothing is impossible. 咱俩呀、啊，就上对面那个坐着看台上坐着去，苟到最后。我觉得有苟到天黑。你我们就是要留四个在这里，拿两个出去给他们。对，给谁呀、啊？我们要不要这样，一个给范丞丞，一个给沙溢？因为我觉得沙溢他们跟我们很近，给。别人会知道我们给的是谁？给晨哥，他们有没有都无所谓，他们俩好像都不用超能力，他们俩本身就是超能力。一个给晨晨绿队啊，一个给红队。现在要把大家拉到同一个起跑线的，就只有把所有的给晨晨他们。放下吧。就俩？一共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又要来了。我还可以只给一个呀，复合了，来不了了，不行了，行了，养不起了，别来了，走开，出去。哇塞，看看我们有多少娃娃呀，这两个 unbelievable 已经姓范了，那真养不起了，别来了，二四六八九，已经有三。没了，没了呀，每一组都给完了，是吗？啊，差三个，哇塞，养不起了，好壮观啊，这么多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今天我就把他们撕碎。我感觉咱俩现在先至少不要太过早的分开，因为。如果我俩过早的分开，容易被人偷袭。我们要找十七个，应该是 R 标的信封。哎呀，有吗？有一个。哇哦！太好了，手气很好哎。找，他们咋跑啊？我们又不撕他们，不撕，我们先看看有啥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去外面看，去朝外。他们都出来了，沙哥。你们给谁了？给谁了？哎，哥，你娃娃给谁了？给谁了？啊，没给你们。是啊，不是给范丞丞了吗？啊，你给谁了？我也给范丞丞了。但我们也收着一个。我估计是范丞丞给你们的。
不是怎么个事儿啊？现在这是啊？这儿还有个机器，那就说明这儿，哎，看到没？妈，看着没？那边没有，那边没有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？看着没？小玩意儿，咱别闹啊！啥呀？我那就一个。哥，放着放着，迷惑他们，迷惑他们，迷惑他。呀，走吧，上面。哎，这儿。一个。这边没了吧？吓死！一天天的被你们吓死。两个，可以啊。太熟了，你这一次就割一个，你们也太抠了，你们。你几个？四个。那就五个了，不是，就是你加起来四个，那还差几个？屋里边有一个，还有。有。他一个里面就一个。哎。哈！又有一个。什么运气？我觉得去城外看看，应该马上就有。我去，我恐高啊！我去，啥也没有。肯定有。啥也没有。说了有，一个两个。我们相信你，咱们今天就相信安慕希。喊出口令登场吧，我的超活益生菌启动超能力，干杯，喝下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，即可召唤六个超活益生菌，协助作战15分钟，但益生菌不可主动攻击。Pajaz， 即可让益生菌们集合保护自己。Ozolat， 即可让。医生军们解散队形，跟随自己行动。好，不是这个15分钟只能作战15分钟。对，这个医生军只能长了15分钟。用完了又没了，对，就消失了。哦，一二三，我们这里属于休战区，全喂饱了。进来吗？是你。哦，他们在选超能力。他们在选超能力了，天哪！我看我哥那一瞬间自己好像灭霸的那种感觉。你要记住，帕扎斯是集合保护自己，就是他。你是读法对吗？关键不好爱说爱说。帕扎斯，哎，这样标准发音啊。Poise，Poise，Osoy，Osoy，Poise，Osoy，Osoy。好，我们先在外面再看看。Poise，Osoy。哦，帅！哦，帅！各位成员请注意，超能力超活益生菌已被兑换。那程程，我们以后有很多人没有给程程。范程程选了超活益生菌，那他们肯定选那个呀。对，程程已经换了，还不收拾他？你们把娃娃给他了吗？我给了他一个。你都给他才行。他现在差，但是有人也给了一个，有人也给了我一个，我们7个现在。我还收着一个呢。哎。我要不收拾那一个，我们也换了。我那一个程程给的吧？有可能。
我们七个，我给了你们一个。你这，你我告诉你，你到时候你就是你跟承认你们争第一了，我们肯定没戏了，现在肯定不行了。我们现在找俩，喂不饱还嗷叫在家。那咱还差俩咋整？咱俩就跟只能跟他抢，跟他拼了，收身上去了。哦，稳的。两个，还好没有走，好像都揣我这里了。嗯，我们现在还差七个左右吧，是吗？看一眼，还差七个。那儿有人，程程他们，往这儿。周深，沙哥他们也来了。周深，这边跑啥呀？干嘛？没了，我估计都没了，扫干净了。我去，这多呀！这有俩，我用仨。你要他干啥？你要他有啥用？但我们可以不给你。给我们，咱们就结盟，行不行？给我们俩，咱就结盟，行不行？你们不撕我们？我不撕，你就给俩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肯定的。你就差俩，我就差俩，真拉钩。当着全国观众的面，对这班班长的名誉。对，完我赶紧做饭去。对啊，行，给你。走，换他。你看我把被都给你了。好，走。喂，快给我喂。一看你们还多了，不会算数。整多了没有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你真多整一个，多整一个。那我刚算错了，那差一个，他给了咱俩，我们换苏炳添，行，换苏炳添。来演习一下，三二一，邓超，邓超，我的超火超火英雄，怎么了？这废了，你就死了已经。三二一，邓超，我的超火英各位成员请注意，超能力苏炳添已被兑换。沙哥对上了，超能力苏炳添已被兑换。兑换？你要成为别人的队友了。哦，成为谁的队友啊？是这个意思吧？你被兑换了，不会是我要一个人单打独斗了吧？可能哦，可能他成为别人的队友喽。快走！他俩太吓人了，打一点屁股都想死了。不会这么快就离我而去了吧？苏炳添被兑换，那现在还剩三个超能力。啊！我们成功了！耶！快进安全屋。进来，锁着。啊！来，一个。我们是不是唯一一个从五个翻盘到这儿了？想不想要这个？重赛，在自己的名牌被撕后喊出口号，再给我两分钟，可以贴回名牌与把你撕掉。这什么超能力啊？那不就重新死一回吗？明明可以让从死一回，让我不用复活甲。除非让一个，可不可以给我们走一个弱一点的人撕？真的？今天一直围绕着他们俩。哎呀，好烦呀！可以换一个吗？行，我们就吓他们，以为这个很强，对吧？很强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超能力重赛已被兑换。哦，重什么？我明白了，那些被人选的，我们可能不能再选了。对呀、啊。哦，重赛就没有了。其实重赛是多一条命的那个，张真源和那谁，他俩，因为他俩基本找不着这俩人，一直在找奶奶，就等着兑换呢。都有超能力了，怎么玩啊？就剩拉拉队和拉拉队和那个交换球衣，交换球衣了。哎，那个是不是一个？啊，两个，拜托两个。够了吗？哎呀妈呀，太不容易了，宝宝们太不容易了，我们回来了，哇，我们真的成功了，怎么样？ Yes. 球衣还是拉拉队？交换球衣，我觉得是换队友，换队友呗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交换球衣还是说撕的时候就不会不会这就是反弹？
不是，他也许是有时间限制呢。但是拉拉队感觉就很一般，就是那试试吧，试试试试。那就剩这个了，拉拉队就剩一个给我们呗，啥意思？别人撕的时候，我俩在旁边加油加油加油。那我们只能选拉拉队了，没得选了。超能力交换球衣，拉拉队已被兑换。兑换完了。怎么这么安静？安静的可怕，安静的令人发指。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。那不行，咱俩现在就回去吧，猫找一地儿猫一会儿吧，藏起来吧，地下。对，走吧，我们去夜看，慢慢看看。其实我们去吧，他们也不会跟我们撕的，他们可能就会跑。其实说实话，所有人的矛都肯定先指向晨哥跟丙天，肯定因为他们太强了。你想想，丙天哥是从那儿直接能到你脸上的人。哇，他丙天哥今天，哎，他对啊。谁呀？那两个队伍啊？前面你不是撕他吗？太窄了，太窄了，对。先去撒老子的门哥去鸟吧。他又躲起来了，特别擅长于躲藏，休息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没有。他们开撕了吗？都没撕对吧？晨哥，沙哥在那边。这是干啥呢？这是。沙哥在那边。怎么的？怎么的？干啥呀？这是。干啥呀？这是。沙哥。要干啥？你们？你们被包围了，前后包围你们，你看。天儿啊。我可是你的老板啊。老什么时候变成老板？我拿到的就是他那张卡，我只要一喊你的名字，你就得帮着我。咱们这样吧，咱们都在大草坪集合，开战。走吧，那咱去草坪吧，这儿跑上跑下的，走走吧走吧走了。这到操场之前我们都不要动手啊，以和为贵。咱们是骡子是马，操场上溜溜。我们像那个要集结打复仇者联盟那种感觉，我们这边就是一个跑男团。今天能撕一个就行。你看小苏现在已经开始活动了，为我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了，备战了，为你好，咱们都活动活动啊。所以我就说，我只能最后巅峰对决，我跟你讲。哎，要把危险铲除，先得弄晨哥呀。不是你那个是什么呀？你们想不想撕晨哥？你离我近一点，你送给他们得了。都是防守的。都是防守的，咱换谁呀、啊？关键时刻也不好说。好像也只有李晨，但是不要在他们面前用这个，我觉得，就让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啊啊啊！这样，咱上去弄。好好。啊？他们怎么又走啊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去什么？用超能力去了。其实我刚才好几次想对卓深下手。不，你得让他留着那个，让他们去耗别人去。你想啊，他俩换没什么意义。对，他俩还有一条命。但他俩换有意义。程程和白露。对。天哪，你们撕一下吧。我们可以撕，那我们撕谁呀、啊？你说，要不然你就撕他们呀、啊？不是，我们不动手，我们肯定谁我们都不动手。他们有一个特异功能叫苏炳添，你用不用？当然我们得用啊，那关键时刻我们肯定得用啊。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是把炳添哥召唤过去。我觉得，哎，晨哥。我觉得有可能是长得像炳添哥的一个人，上哪儿找的？到匈牙利了找长像他的。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，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会可以多一条命啊？对，他们是同伴。晨哥，动手吧。哎，啥意思啊？别找我们呀，哥。为什么找我们？那他们都女生。他们呀？他俩死活在那儿。求你们了，唧唧的，求你们了，哥，求你们了！天哪，炳添哥，让我见识见识你的速度！干啥？干啥？你刚才挑什么博？啊，我们从来不挑。不是，我就瞎说，我让他
下次不许挑拨了啊！错了错了，你这挑拨这事儿有点儿，他们要撕他们了都，快帮着撕！哥，求你们了！我觉得凯哥他们最舒服了，看他们两个在那里看着。他要撕了，就我们咱们俩就是整成这个，就显得咱们好像在撕，你知道吗？假完了他们就撕了，妈妈妈妈完了，妈妈妈妈完了，我操！妈妈妈妈，这个。啊！真给你！啊！真给你！撕！大勋，撕了！啊！别打！你有病啊你！你这有病、啊！你有病啊！沙哥怎么落单了？我们去撕沙哥。好。撕！大勋，撕了！但我怕陈哥他们突然出现。你们还有重赛呢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三二一！啊！啊！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暂停啊！大勋，我被伏击了，又被他俩给伏击了。哎，怎么不用配功能啊？没等说呢。遇到危机时刻，喊出口号，亚洲飞人苏炳添即刻让在场其他人静止，自己获得9秒83的逃跑时间，该能力一共可使用3次。9秒83逃跑能撕别人吗？咱俩只能苟到最后，就有这技能，咱俩能苟到最后，能走到第二名，能得正第二吗？能得正第二，就是跑吗？哎呀妈呀，哥，你正在那跟人家在那玩呢，我被人伏击了，一点也不精彩。我这离做饭也不远了，你快跟我们一队吧，还不认清局势。大勋，你好好活着啊！哎，功能啊，随时准备啊，咱们就得弄屯哥换这个。哦，我觉得我们俩合伙在一起，说不定能死掉何雪芝。今晚要上跑，这两个他们跑了，快快快！不！我去，这张远还刀一下。兄弟，人头偷袭啊！炳添哥淘汰了吗？谁死了？
我成功了。我们这个两个人只能用一次，我给你。用。给你。用。哎，给我用，给我用，我还想上场，给我用，给我用。好，上场。用的是你内衣，给你一标。给我用，我还想复活。魏大勋 out， 周深 out， 李晨 out。来，结束语。我恨你，我恨你们。爱你们哟。我恨你们。你问谁死的？白鹿，你没特异功能呢？看热闹呢，忘了。真源，别忘了上面还有一个人呢。我们可以把对方的两个队员给换了，就相当于你撕掉白鹿，就相当于把范丞丞给 out 了。对啊，现在等于还有两个你是吧？那我们结盟吧。我们结盟，我们撕白鹿，然后我们就把程程 out 了。明天哥，只有我们了，他们结盟了。他们结盟了，我们也结盟吧。我们也结盟吧，就是我们六个了。那我们只能换他们俩，那用吧。用。喊出某某某某交换球衣吧，即可指定一组搭档永久交换名牌。之后被撕掉的名字，对应的成员 out。啊，就是让他们先交换名牌，然后撕弱的那个。弱的其实就把强的给撕了。白鹿范丞丞交换名牌吧。超能力交换球衣生效。超能力交换球衣生效。请范丞丞白鹿互换名牌。这个好烂啊。好。你们这个好烂啊。我以为最起码能换一个人。你们什么技能吧？我那个太水了，这个感觉。用一下，让我看一下。我们都用了。我们都用完了。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喊出口号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可指定对方搭档其中的一人，原地加油跳拉拉操一分钟，期间加油成员不可以攻击或被攻击，该超能力可以使用三次。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超能力拉拉队生效。啊！请宋雨琦原地跳拉拉操一分钟，为你的搭档加油助威。你不是叫我叫你跳吗？那你们就三个人撕嘛。什么鬼啊！一分钟倒计时开始。好烂、啊！录音。好烂啊！你这个就趁现在，冰天哥。我是不凯哥，你说。但你好烂啊！你为什么要我跳舞？我好傻啊！3, 2, 1, free， 开心吗，哥？这个真的比我们那个还水，我真的是。今天联盟吧，联盟吧，把他们先。他们最厉害。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！四白鹿范丞丞 out。哦，对，走吧。没必要吧？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大哥们，大哥们，没必要吧？大哥们，你这登场吧，超过一生军。哎，撕个撕，范丞丞，你们使劲了，大家，登场吧，超过一生军，什么东西？登场吧，超过一生军，啥呀？哎。不是 Toys 超活益生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感觉超活益生菌绝对是最厉害的。喊出口令登场吧，我的超活益生菌启动超能力，可召唤六个超活益生菌协助作战15分钟，但益生菌不可主动攻击。他们不能攻击，但他们能控制他吗？不能。到底这个超能力有什么用啊？试一试。超能力超活益生菌生效，限时15分钟。哇！益生菌登场！哇！哇哦！哇！啊，这儿呢！哦，这是活性益生菌。
来吧 ，push。Thank you。push。这也能撕？我跟你说，这也能把他们撕了，你信不信？这样更好笑。push。哎！四百六，来呀！哎！耶！这个二，这个拉拉队到底有什么用？白鹿 out， 白鹿 out。我 out 了，你还在？超能力交换球衣已失效。Fighting guys！ 阿木先生，这样我也不会说你坏话的。Fighting guys， fighting。Push。Oh sorry。Push。Oh sorry。Push。Guys, we lose. 范丞丞 out， 范丞丞 out。气势拉满。告诉我，这个超国益生菌到底有什么用？到底用中在哪儿呢？这个拉拉队到底有什么用？谁想出来这个超能力啊？我在那儿列队，组阵，列队组阵，一个大个儿就这个站着，全是空当，一投也准。先把你条命撕了算了，没必要，哥，真没必要。我那技能没用的，你看到？哎，你想不想看跳舞？你那个确实很有观赏性，再看一下我，你还可以、啊。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还可以用。超能力拉拉队也生效。什么奇怪、啊？还可以用啊！我这个技能没有用，只能看跳舞。我们俩先消耗他一条命，对，对再有两条，对啊，两条命。是他，是他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赵振远加油！哎呦！杀人员还有一次跟苏美天一v1的机会哦，对他可以重来。我已经够本了，撕了三个，厉害，没白来，没白来。再给我两分钟，再给我两分钟。超能力重赛生效，请张真源和苏美天进行1v1重赛。张源加油！刚才凯哥不在，我搞不过他。你要加油，哥，你可以的。你要不要再给我弄一个？我给你们俩加油。我不是那个，真的有啊！你很无聊啊。来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哥，加油！他俩，加油！加油！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今天早上那个个人的那个，我选了跟你一队的。真的假的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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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田大哥，干死！加油！哎呦！
开始吧。我小心！滑！哎，我张真源撕名牌，第一堂课是我教的。你看啊，我架起来胳膊，他们有从下边的。这样，那我就很有。但是同时都有风险，我也抓住你。还有一个就是，你可以跳下来，跳下来。我。哎，我。哎，没掉。但是跳起来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跳起来未必能一次性就抓住。加油加油！这招使得非常的有精髓。女儿这一招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，腾在空中。哎，但是苏炳添好像找到了。但是苏炳添好像找到了，苏炳添好像找到了。但是苏炳添好像找到了，苏炳添好像找到了。张真源赢了吗？苏炳添 out， 苏炳添 out， 张真源。哇！好累。不忍心，来吧。哦，张真源会不会绝杀所有人？哎，小心点。爆炸！真源，行了，真源，你差点撕掉所有人，你已经很尽力了，尽力了，行了，虽败犹荣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已经很可以了，太牛了，他尽力了，你可是撕掉两位最强的一组，你这几招都我教的，最后全使我身上了啊，来吧，经过一天的鏖战，今天的 MC 最强联盟竞赛最终胜出的搭档是。干啥呀？啊，准备呢？喊名儿，139 club。恭喜凯哥、宋雨琦获得最终的胜利。Yeah！ 哎呀，今天我告诉你，今天还有那个飞蚁呢，那飞蚁贼吓人。飞蚁，因为要下雨了吗？不是，哎。
飞蚁。哦，飞蚁，我有蚂蚁的。主播老师以为你说的是有飞蚁，然后他说哦，应该是要下雨了，所以说有飞蚁的时候就说下雨。是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会飞的蚂蚁啊。那那个泥巴会不会进嘴里啊？无孔不入。我不吃着。我没吃着。嗯、那谁吃了？白鹿吃了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挺好玩的。我不在了。沙哥，你是爱人还是艺人？我没算过，我不知道。我小的时候也不太熟。哦，但是我觉得你是大家的梦中情人。有点恶心。还不安然中？不安然中？什么躺呀？想躺会儿。那你干嘛躺那？你应该躺我的怀里。老高，救命啊！你迷我了，迷我。你再迷糊也不可能有我看见你的时候的我的迷糊。我输了。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点心，但是你们需要用特别的方式来吃点心。点心时间，两位大人需要用特殊的方式吃到面前的点心。两分钟内吃到饼干较少的人将被淘汰，由其他大人上场补位。吃到饼干更多的人将留在场上继续比赛，坚持到最后的大人将获得线索玉佩。拿到它，没问题，三打二呗。三打二，他俩还有机会上吗？当然啊。我能不能看吃的东西是啥呀？主要看想不想吃是吧？来上茶点，甜甜甜圈，哦，在这个面粉里头。是要放最中间是吧？对，这儿啊还在下面。哇塞，这么低，这么低啊！我有这么长的上半身吗？就你看，我才到这儿，盘子在那儿啊。不在这上面，在这个上面，大哥。哦，在这个上面。使臣啊，请张若楠先出战吧。行。然后由你来挑选一位你想挑战的成员。凯哥吧。嗯，他先挑厉害的。他只要赢了，他知道后边的对他的威胁就不够大了。他怎么知道他肯定赢呢？哎呀，啊！啊！我也不讲啊。哎，哥，走你。哥，你不能这样。啊！啊！哈哈哈！至于吗？一个玉佩。凯哥真的下不去。凯哥，咱要不那个咬一个起来？他为什么这么坚固啊？给你好了，我有一个预备了。我错了，哥，还好吗？不好。但我觉得最好是刚才若男的头把凯哥的头摁醒。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错了。我也不行，这玩意儿，我的腰下不去。薛瑞，哥，你先休息会儿。你上吧，你要输了我就不用上了。啊，护目镜还是很好用的，得亏有它。哇，好厉害啊！他已经玩出经验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！玩出经验了。再加两个就赢了，加油！哎呦，哎呦！
不行，中间的这。哎呦！哎呦！加油！这不错啊，中间的这不错。加油！这是最佳效果，云瑞，就想要这个。太远了，最佳效果，云瑞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六点，还差一个，把碎的叼就好了，碎的更难其实。哇，绝杀呀、啊，这个服了，若男又赢了，给个机会，若男又赢了，给个机会，哎呀妈，太惨了。没有，我把你支起来，我把你支起来。谢谢啊，还给你支，还羞辱你。哎呦！哎呦！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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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是不是腿伸出去会好一点？就刚刚我已经试过了，就是岔开腿。哦，侧着，但是腿不能伸直是吗？伸直就不算。那伸伸咱俩吧，要不然你可能都没机会上了。我都可以。可以。哎，好紧啊！用牙齿，用牙齿咬。可以，一个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啥？这怎么够的？老沙，第一排总得叼一个吧？第一排总要叼一个吧，沙哥，总要叼一个吧，沙哥。主要是肚子硌住了，开大胯。哎，你笑，你笑，别笑。没事，我可以。沙哥叼了起不来了，这不行，我都玩累了，我都躺下了，太远了。沙哥和饼干的距离是一个银河的距离。沙哥，你还叼吗？自己把自己笑倒了。算了，我们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们不要了，我们不要了，行不行？这个比爬那个还累。我跟申哥比一下。哎呀，真的，这比爬那个还累。现在就是我俩谁赢了谁去是吗？对。来。他直接就奔中间去了。我俩很想得到这个信息。对。这个玉佩，哎呦，周深呀，哎呦，周深，周深，神龙摆尾，周深要开始了。周深也，你们一个组的都不放过彼此，不放过彼此。但我觉得吃到对面的那一排是不可能，不太可能。干嘛？干嘛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我吃不到东西。行吧。我赢了，因为我是女生会软一点。不是一点。不止一点，我怎么都吃不到这么。你知足吧，第一排跟。那是你的问题。恭喜张若楠赢得了一块线索玉佩，稍作休整之后，你就可以到府邸大街上询问线索。我们先从女生开始吧。可以可以。好吧，多想刺大吗？你告诉我，今天这个我已经替你刺了。哎，我
腿往前上一点，腿往前上一点。太圆了！开心能看我一眼吗？我想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。我不想这么拼。你现在说话都吐白烟儿。我告诉你，这饼干不是被吃的，这饼干已经碎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上面有一个凯奇的一个面具在这儿。我不想这么拼，这个只是个游戏。真的，你不是荆轲，没有人是荆轲了，我跟你讲。有多白呀？非常白，就是跟墙是几乎是一个颜色。我向你学习，凯奇。你学会了吗？咱们是一个呀。好。学会了，是不是一边都是四个呀？我三个，凯奇五个，凯奇OK 吗？因为你胜了，你要继续。把眼镜戴上。你脚不给我，我要再玩吗？那他呢？你们俩可以自己分配你们。怎么出战？那等于说他俩其中一个人比两次就好了。对，我们最终是只要从两队中决出一个胜出的人去拿线索就可以了。行，可以。你知道努力是该怎么玩的吗？我知道了。哇！拼了！加油加油！哇！没了。那我们先确认一下，刚才晨晨吃到了三块，我吃了四个，有两个碎的我都捡出来了。哥，我吃了六个，碎了俩。不，晨哥好多吃的都碎了。你看啊，一二三四。这都是我舔出来的，这都是我舔出来的。哎，你测 DNA， 肯定有。今天这猫必须得刺，要不然我太对不起我凯奇姐了。陈哥，要不我直接来，因为他本来就有两次机会嘛，就等于我比下去一个人，对吧？现在决胜局了吗？对对，现在是决胜局。没事，我来吧。都得走这么一遭，来吧！加油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只要从两队中决出一个胜出的人去拿线索就可以了。你再多讲一会儿，他俩就头就粘上了。这个剑已经在弦上了，现在。哇塞，斗牛哎！葫芦过来就行。哎，晨晨咬了一个，晨晨咬了一个。来，你们过来。啊。你们刚有看清谁的？我真看不清。看不清是不是导演？那我们再来一次。也行，来个决赛吧，放一个得了。行 ，OK， 就他行吗？可以。离你近不近？等会儿手得备好啊，手连线都不能摸，行吧？不能摸的啊。怎么样？我要使阴的了啊！我跟你讲。那我使阳的，来吧。好，来。头一回上嘴唇嫌弃下嘴唇，现在我凯姐，对不起，你尽力了，我尽力了，看见了，恭喜洪明浩胜出。好，稍作休整之后，请你到府邸大街寻找馄饨张的老板来打探消息。